最大型的 BB 展，第26届国际婴儿儿童用品博览将于8月3日至6日在会展举行，今年规模进一步扩展，横跨两层逾25万平方尺的展览馆，有近1000个摊位，除了有齐家长最常抢购的奶粉、尿片和婴幼儿消耗品之外，还有不少着数优惠和节目，其中 BB 爬行大赛今年已经来到第30届了。主办单位荷花爱心慈善基金及参展商还透过今次比赛做善事，我哋每年咧，我哋都希望通过一啲活动啦，啊，即系将B B 仔啦，加埋佢哋嘅父母啦，一齐做一啲慈善嘅工作嘅，啊，咁好啦，咁今年咧就适逢嗰个爬比赛咧30周年，咁30周年咧，我哋就联络咗两间受惠机构啦，啊，一间就系地中海儿童即系基金会啦，啊，咁另外仲有一间系儿童同乐营啦，吓，即系咁两个机构咧就有好多啲生病的小朋友啦，咁我哋都觉得系，我哋好想帮佢哋嘅，咁我哋都会有个活动咧，令到佢哋自己有个希望，自己有个愿望啊，咁我哋会拣三十个小朋友咧，就我哋希望满足到佢哋嘅愿望嘅。